$1.48 million. It says that owners of this new supercar are big names like Pony Ma and Lei Jun. So, how was it built? Today, Selvi will take you a tour around the factory. Let's go!今年我们整个全国的新能源市场发展非常好，7月份的时候，新能源零售的占有率是第一次突破了50%。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用户对于新能源车的认可和需求，同时呢，有非常多的新的技术的应用。那这些应用呢，也推动了整个的新能源车产品的一个技术进步和成本的下降。那这个呢，是给用户带来非常多的好处的。 那作为我们呢，我们是通过推出更多的新的产品和服务，同时呢，我们要把关键技术研发做好，来给用户提供一些更好的智能化的体验。